Sameno! Ah, Sameno! Sameno! Ah, Sameno! 小伙子叫什么？ 我叫胡斯。 哦。 是的。嗯，这马很好啊。叔叔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这马怎么样？很好吧？不错。叔叔，这就是你们波尔胡家族的敖包吗？ 胡斯勒，你听说过白马转世的故事吗？叔叔，我的白马是神马吗？是的。查干，你是神马。叔叔，你们要把查干带走吗？胡斯勒，答应我一件事情好吗？好。 好好照顾你的查干，也别让他离开你。我明年再来找你，好吗？明年什么时候？明年拿到木。好的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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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看见我正忙着吗？阿爸，你抓查干干什么？啊，有人要买白马，说今天过来看看。他们要把它带走？去！查干是我的马，是你把它给我的。 可那是他小时候，谁知他长大了这么不听话。我可以骑啊，他听我的话。算了，儿子，你也别骑了。昨天差一点把我摔了，要是有人要，卖了算了。 哥，我司上学的手续我都办好了，孩子什么时候去骑岭啊？他还没读过学校，不知道习惯不习惯。会习惯的，再说一句，我在呢，没事儿。
开车吗？都开。可是我见过有人开的车比你的好。那城里面有钱人多呀，当然开的车也好啊。就像马一样，哪家的草场好，马就好。嗯，差不多。我的查干是草原上最棒的马。叔叔，您的马呢？叔叔卖了。全都卖了，一匹也没剩。姑姑喜欢勤奋好的叔叔。啊？你姑姑告诉你的？我猜的。瞎猜吧你！姑姑喜欢开车好的叔叔。奶奶，我会开车了。是吗？胡司令，快收拾东西，和高娃姑姑一起去七里。今天就走？嗯，是啊。今天正好莫叔叔有车，可以送咱们。可是我还有事情啊。你有啥事情？就是玩呗。胡司令，上学最重要，姑姑给你联系好了转学。你赶紧去报道。那查干怎么办？草原上到处是草，他自己会吃的。哎，胡斯勒，快下马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要走了。我不走，我还要帮奶奶干活呢。哥，胡斯勒说查干是神马，他不能离开他。什么神马？他每天说神马神马的，那全是借口。不是借口，查干真的是神马。我还答应了别人，我不能离开查干。哎，儿子，你要好好上课。周末爸爸会接你回家的。您肯定？肯定。带回家尝尝。海哥，你就别在这养马了，跟我去城里扎蒙古包吧，我那儿比你这儿挣得多。哦，行，我想起。车一开动我就后悔了，真不应该把查干自己留在家里。俄日和睦一直劝我阿爸到七里去，我很怕阿爸会像他一样。你睡这张床啊。哦，来，姑姑。嘘，告我老实话。晚安。
晚新来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新来的，你叫什么？我是新来的。你怎么不说话？说话，说话。先进来。大家掌声欢迎新同学。胡斯朗，你以后啊就坐在乌娜旁边。乌娜是学习委员，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问她，好吗？好，去吧。上课。起立。行了，别笑了。同学们请坐。八言，他叫王大根儿。哦，这是哈松家的。哇！在城里根本不管用，还有没有更特别的？高娃老师是我姑姑。起立。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请坐。整整一个星期，我都吃不好睡不好，脑子里想的全是茶干。这次我去城里，想看看蒙古包厂的工作，要是合适的话，我想接下来。二姐，嗯，我想把草场包出去，以后我们搬到旗里住吧。
干什么呢？你在这儿干嘛呢？哦，没什么。好样的，就是他，我欠你个人情啊，这又怎么样？什么时候交货？很急呀、啊。关键是质量要求高，不能用钉子，都得那传统的方法。这可得考你了哈。那我们去看看。看看。来来来。真的会跑啊！喂，老师叫你呢。你们三个都去。三个说吧，是不是把手机偷回去了？啊？要是承认错误了呢，就是好孩子，老师就会原谅你们。转过来，好了，交出来吧。好，好孩子。等回去了，每个人给我写个检查，听见了没有？回去吧，我斯勒留下来。你阿爸来电话了，说这周末不接你回去。可是他答应我的。要是你阿爸知道这件事儿了，你下周末也别想回去。你阿爸不是不让你回去吗？所以他要自己回去。我要回去看我的查干。我不能离开他，因为他是守护好我的神马。马就是马，有什么好神奇的？查干就是钻石神马。我和波尔霍家的叔叔们都约好了，今年的纳德木和他们见面。反正我要回去。你去吧，放心，我们不会说出去的。对，我们不会说出去的。你们睡不睡了？你看见胡斯楞了吗？他回家了，他说他爸要接他回家。回家？嗯。带我去那儿图卡查。你快。行。这匹马，这匹马是新马回来的。不行。那这匹马，那这匹马肯定好。嗯，不行。
那这匹耐力肯定好。那我试一下。去吧。怎么样，这匹满意了吗？哎，不行，比去年差多了。你这要是没有别的马，那我就走了。早上就在呢。这马不能老拴着呀，你得让它跑起来。来来来，我试试。他摔了客人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，啊，我知道，他在我这儿。放心吧，啊，我明天送他回去。啊，好，好。谁让你回来？什么？
拧横我的米。来来来，太棒了，好听好听，干掉。学校怎么样？很好。你阿爸到城里去工作了。我知道。要是咱们全家到城里去呢，你喜欢不喜欢？我们都去。嗯。奶奶也要去。那查干怎么办？阿爸，你卖掉茶干吗？谁说要卖了？没有吗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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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茶干是转世神马，谁都不能带走。不卖就不卖。喂，小孩小孩，你别生气。胡四回家的事情，你们事先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老师可不喜欢撒谎的孩子啊。哎，不知道找我借了5块钱。真的，他也向我借了5块钱呀。他是要坐车回家。明天和阿爸回学校吧，啊！我不去。奶奶，嗯，查干真的是转世神马，你们都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死了。也许查干真的是转世的神马，可是如果那三个叔叔没来呢，你怎么办呢？那我把查干带走。孩子话，来来来，睡觉睡觉。我不能让查干离开我，我要把查干带走，这可不是孩子话。干什么呢，胡思乐？走了。我这儿子真没办法。Thank you.
哎，胡斯勒，坐好，坐好，看前面，别以后晕车了你。怎么回事？停车！停车！我从小路走，你们先回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走吧。哎，小货。还得让你照顾他几天了，等我安顿好了再来接他。行，没事儿，怎么不说一声就跑了啊？以后要听话啊。怎么回事，哥？你真的回家了？回家了，骑马上学，算你厉害。学校里再也没有比你更特别的孩子了。那就是你说的神马？对呀。先不说这个。我已经摸清楚藏我手机的新地点了，我帮了你一个忙，你再帮我一个。啊，我听别人说你这里可以替别人照顾，我这匹马能不能放你这几天？我过几天来取。可以的，谢谢。你是来城里找活干的？啊，是的。我在蒙古包厂里干一段时间。
那你要马做什么？不如卖给我吧。啊，这个不行，这是我儿子的马，除了我儿子，谁也骑不了它。放心，老哥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没事，放心吧。亏了你呀，哥哥，这张单子总算是保住了。还是躺在包里舒服啊，就像回到草原一样。哎，另外那个查干的事，哥你再想一想吧。很难碰上这样的买主，摔了吗他也不生气，他确实是喜欢查干了，马不会受罪的。喂，你睡了吗？没有。胡思乐，胡思乐，没呢。走，今天老师宿舍里没人，我调查过了。你也没有钥匙？对呀、啊，我有，在传达室里有备用钥匙。确定你没看错？难道我眼花吗？我也看到了，就是那匹马。真有那么神？你就相信了吧。真是这样的话，你阿爸肯定是把马卖掉了。为什么？大人们来到城里，有谁会天天看着一匹马？对他们而言，那是累赘。你要是他阿爸，你会怎么做？
我啊，也许我会把它寄存到别人那里啊，可是那样要花钱的，哪有那么傻的人呢？对呀、啊，胡思愣的马自己跑出来，肯定是来找他的。他在向我求救，他自己来到学校，就说明他逃出来了。哎呀，我朋友在你这放的那匹白马，昨天我吃饭时候看见他在大街上跑来着。我这里的？就是你这里的。不可能。真的。你这小子肯定喝酒了。绝对不会错的，就是那匹白马。是这匹马吗？就是这匹马。不可能。就是。我这里的马丢不了。放心。哎，这匹马也不错。来来来，我骑一圈。哎，不行，快别起来。来来来来，就一起起来，别起来。来来来，压压死呀！给给给！哎，好马！耐心一点，来了。嘘，查干，查干，你怎么来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阿爸怎么没送你回去？他是不是把你卖了？查干，查干，还我查干，还我查干。胡思郎，胡思郎，还我查干，还我查干。哎，你在这干什么？还我查干，还我的查干。走走走，还我的查干。还你老实点。高老师，高老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胡思郎，大爷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孩子连着两天在传达室门口转悠，想出去啊？你万一出点事儿可咋整，老师？大爷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休息吧，我来管。快睡觉。高老师怎么了？有事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大家快睡吧啊。胡思乐，你怎么了？胡思乐，胡思乐，胡思乐，你怎么了？你别管了。睡觉吧。可是会卖到哪儿去呢？只有一个地方。哪儿？马术俱乐部，那里离县城最近。要我说，十有八九你的查干就在那儿。哪儿？怎么把他救出呢？我们住在学校，也出不去呀。
不应。怎么了？这匹马我驯不了，还是你来吧。好，我过去看一下。安静，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你们两个快点。同学们，今天下午的课程有变动啊，咱们要上校外实践课，去马术俱乐部体验传统马文化。安静了。但是因为昨天晚上有位同学违反了纪律，所以他不能去。同学们往这里，往这里来。这里呢有三河马，有蒙古马，有好多种马。哎，高二老师，你们来了啊？你们真有眼福啊。高二，回忆来了。哎，走吧，看着。同学们，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呢民族马文化表演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看啊。没事没事，没关系。哎，我让你小心点的，走，赶紧回去擦药去。肯定疼，忍一忍啊。哎呀，讨厌，快点，我擦药。疼吧？不疼。哎，高老师，你的那些孩子们到处乱跑，他们现在要骑马，让骑还是不让骑？不让骑，不让骑。不能骑马，赶紧下来！同学们，来集合了，来，快点儿，来集合了！噔噔噔，把马牵走。我觉得那个骑白马的那个小孩肯定在马场，一会儿出去找一找，别让国王知道了啊！好嘞。你们俩在这儿给我打信号。嗯。我去那里藏着。嗯，好。馒头哥儿啊，你去叫宝英。好。宝英叔叔，宝英叔叔，你的马又在闹啊？怎么了？快去看你的马。怎么了？他踢我，踢你哪了？我看，他妈听老师的吗？他要咬我，咬你哪了？我看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？赶紧回去集合了，快去！快，快走。这衣服是干净的，给。宝英，让孩子上马文化课是可以的，但不能天天跟着你去赛马，这样会影响他们的学习，你知道吗？赛马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，赛马又怎么了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非得要去赛马吗？你看人家有科目现在做的。生意做得多好啊！
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我对你来。哎，给我下来！我不下来。下来。我不下来。文英，下来。不下。下来。OK。你是高娃老师的学生，叫什么名字？乌斯勒，这是我的马，把马还给我。我把卖给你多少钱？啊？查干是转世神马，不能卖。你笑什么？我可以把马还给你，但是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和你的马为我参加拿大马赛马，比赛完了我就还你的马。我知道你不愿意买这匹马。可是我现在还你的马，你的阿爸还会买给其他人。你要是得了冠军，你阿爸就不会卖了。啊？到了。哎，库斯勒。儿子，这就是咱们的新家呀。你看，那是你的屋子。新家很漂亮，但躺在床上的感觉却和宿舍一样。我们看来是不会回草原了。我真的很想草原。不是了，怎么昨天你怎么没回来？我阿爸接我回家，城里的新家。那你以后不在学校住了啊？别打岔。对了，你的马怎么样了？宝妮说了，我只要参加比赛，他就会把马还给我。你信他的？可是比赛完了，他把马还给你，你阿爸还是会把马卖掉吧？所以我要拿冠军。想通了吗？什么时候开始训练？哎，天天过来啊！同学们，谁上来填一下这个空？胡斯勒，你上来填一下。老师，下课了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下课吧。没问题，好。
你要干嘛？你有一匹好马就了不起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来的牧还是我冠军。咱们不理他，咱们走咱们的。对，他比我高一年级呢。那我也不怕。不怕啊？你们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就告老师。说，为什么打架？啊？乌娜，他们为什么打架？我也不知道。要是再让我发现你们打架的话，都把家长叫过来，听见了吗？跟着我干嘛？谁跟你了？周末你们要去骑马？骑什么马呀？骑就骑呗。还可以吧，哎哎，快歇歇嘛。训练时间不能太长，过几天就比赛了。来，下来，快点。是我的马，他只听我一个人的。你想摸他吗？这马真好，我能骑吗？过来。奶奶，奶奶，姑姑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在外边跟同学玩。你这身上啥味儿啊？不是啊，哥回来了。谁回来没关好门？你儿子呗。洗洗手，吃饭吧。好。
高王啊，来了，进屋进屋。找我有事啊？你这有没有个孩子叫胡斯勒的呀？胡斯勒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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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我跟你说，白云，你撒谎的时候，你的眉毛会跳的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呀？你看会跳吗？你看。去去去去！要有什么事儿，真的别瞒我。我找的这孩子是我侄子。你侄子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欧娜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高娃老师，走，散了，散了组。哎，等会儿，胡斯勒，高娃老师，你不是说没有这个孩子吗？胡斯勒。走，跟我走。斯拉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不跟大人商量一下呢？你出了事儿怎么办呀？我怎么跟你阿爸和奶奶交代？你为什么瞒着我们？我阿爸卖掉了查干，我要把他救回来。那这跟赛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要是得了冠军，我就能把查干夺回来。这谁跟你说的？是我说的。可是也没错嘛。乌斯勒，咱们家的草场啊都被包出去了，你到哪儿去养马呢？宝音，哎，你就是宝音？我是，我是。啊，我是二和睦介绍过来买那匹白马的。哦，对对对，你好你好。哎，小家伙也在这儿呢。你放心，你的白马到了叔叔那儿不会吃亏的啊！姑姑，把查干留下吧，留下吧。胡斯勒，下来！胡斯勒，胡斯勒！从哪来呀？叔叔从北京来。你为什么要买那匹白马呀？啊，叔叔喜欢那匹白马。叔叔，你别买那匹马了，给胡斯勒留下吧。去吧去吧，晚上去吧啊。跟你说，快点！我不听。胡斯勒，快点！
下来。哎呀妈，这长什么样子？哎，你轻点儿。我下。嗨。回来。你站住！你回来，再往里走，水就深了。胡斯拉，快回来！别来！好好，我不靠近你，好了吧？你过来，快过来！我不信，你们大人说话不算话。好，我们不过去，不过去，不靠近你，过来，过来，快出来！你们大人说话不算话。胡斯拉，胡斯拉，别让姑姑着急，你怎么了？脚怎么了？脚怎么了？啊？哎，我的马呢？哎，是啊。宝爷，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倔呀？疼不疼啊？高啊，你知道吗？他刚才奔跑的方向就是明天赛马的起点。他是想在那儿过一夜，等着明天的赛马。咱们还是先回去吧，回去以后替你想想办法。劝劝你阿爸，要是让他知道你偷着跑出来了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疼不疼？喂，哥。哦，你放心吧，我马上就回去了。嗯，好的好的，咱们走吧。弄成这样，哎，你别说他了。宝音，我明天带人去看嘛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这孩子就是淘气。你这个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是吧？我们全家陪你一起进城，让你上学，你就这个表现？我不要在城里上学。说什么呢？大声点。我要跟柴干在一起。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？高安老师，高安老师，你能不能帮胡斯勒把查干留下来呀？是啊，你是他姑姑，说话该管用啊。高娃，胡斯勒要是拿了冠军，我可以想办法买下查干，多花点钱也无所谓。要是拿不了冠军，我也没办法。奶奶您好。好，我是胡斯勒的同学，老师让我帮他补习功课。哦，宝音，不是说好了马是给我的吗？不然这草场的钱咱们可就得再商量了。我的马呢？我是已经参加赛马去了。咱们走，走。
还没来？没有啊，怎么办呀？没事。老爷爷，我们报名。叫什么名字啊？胡思乐。哎，白爷，你来干什么？这不是胡思乐的妈妈。本人不来不能报名啊。报名，叫什么名字？胡思乐。家里大人不来，不能报名啊。大叔，给帮个忙，报个名吧。报个名啊。好。走吧。你们快点，拿到墓开始了。这么多人找不到呀，他一定去赛马了。走，走。
你是胡斯勒的阿爸吗？你们是？我们是英雄博尔虎家的后人。我们家的老敖包就在你们家的草场上。感谢你和孩子一直以来照顾我们的转世神马。胡斯勒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我说过的那三个叔叔。查干终于成为了转世神马，而我却要离开他了。但是我觉得很值得，看到他自由地奔跑，我就很满足了。查干，我会回来看你的。其实他也没有离开我。你还想知道我和查干的故事吗？经常来看我的博客吧。